还没有继续的我的演讲，今天晚上，因为在座各位今天晚上很闪眼，来了金水蓝花米，大家出钱出来为行动党，为了行动党，为了榴莲，为了我们的下一代，为了我们的子子孙孙，我们一定要改朝换代。所以今天晚上所有没有位置坐的朋友，我们给他一个热烈的掌声好不好？那我们现场也有售卖矿泉水啊，还有送面包，有当我们的义卖很多水，各位可以选择。不过最重要的，今天晚上我要请各位大家修复，给予小弟帮忙，给予明年的帮忙，因为我们这个大选面对国政的种种机关宣传打压，我们比较输血。为什么？我们我点是低 DVD 的 DVD 三度 RDM 回哈东姑妈地也没有 DVD 的数据，我们也没有播放的电视机播抓有的播抓，有的播抓无，所以我们面对重重的打压，要宣传很困难，让人抹情。我们写作做政府，不像以前我们可以拿政府的钱来做大选，不可以。我们的政务大臣单身卡利一同做瓜清凉，假伯破羊鬼三家进会堆来做东的丁酸丁丁，不可以。以前马华国政他们怎样做，我告诉各位，他们就做了官，都是少多少分队，多少五队，也才脱队，脱分队，加加评价，买球评价，点点价，结果吃得了，对不？吃得了，国库通，党库，党库通，私库，国库通，党库，党库通，家己库，结果人民痛苦。对吧？所以这是明白，明白你通通问自己，露露。所以现在呢，我们不一样，我们要透明，不能够这样子做，我们要分开来做。政党就是政党，政府是政府，不可以滥用政府的资源。所以今天晚上来了那么多同胞，我们不够这个大选的基金，那我告诉你，希望大家出钱、出力、出票，好难行动党。明年大点的支持，我们的工作人员去找我们的朋友，每一个的朋友，你们要给多少？各位，我们没有问题，不过要给我们大力的支持，让火箭升空，让明年执政中央，可以吗？可以。现在来这样看，不提半什么，把这马拉米，十六不提，三度三度十掉，养下这龙多马拉米啊！我们正式开始筹款。给我们的工作队伍一个热烈掌声好吗？哎，对，我们要面对国政的打压，要跟他丢钱，我们丢不了。听说国政啊，每天早上送你啊，公平啊，在一直巴萨啦，就是新村啊，上米啊，上门店啊，上镭，唔随你无镭。无米无物件，哎呀，真害怕！四根庄这一战啊，这一役，我敢当啊，金甲女追啊，金甲女追！我希望大家亲戚朋友，那咱行动党的支持者，明年的支持者，给予我们大力的支持。只要各位人民给予行动党做我们的后盾，给我们大力的支持，我们一定能够改朝换代，把马来西亚弄得更好，可以吗？可以。好，慢慢来，不用紧哈。各位同胞，乡亲父老，帅哥美女，有一件事情，我一定要在这里提出来，因为这几天小弟
走迷村，挨家挨户，严父的拜访，走迷村，走西村 ，A 村，巴萨，我发现到一个问题，我发现到我们的同胞，那哪里安第安个，五六十岁，六七十岁，罗拉扎和拉七扎和，很多不能够投票，为谁投票啊 ？B 村、C 村、A 村不如，还怕不精准，不能够投票，我就问他，阿叔，安弟，做你问为谁投票呢？你讲我红丁字哦，我红丁字，我怎么跟老师写？你在哪里出事？他说我在四根庄出事啊，住了六十年啊，马来话我还没摇光啦，关家伟我搬来打，我还没摇光，不管多少找你了，今天出事哎，有个住了七十年，老麦，他问他问你的中国，我问你的比中国不问你。你塞 B 塞 A 塞 C， 安迪安迪阿叔阿叔阿伯，五毛六不漏，五毛不九不漏，打不了你，踢打不了你，不，什么阿伯 ？IC 没啦 ，IC 没啦，打不了你。saya tanya kenapa tak boleh undi? Sebab tak dapat IC biru. Lahir di mana? Betul sesiye.Lahir di sini dong, lahir Malaysia, utama ini, umur sudah berapa? 70. Saya pun fikir tiga kali, wah sudah punya baik. Kita negara, orang di Malaysia, Najib cakap, "Kong ping dui dai wo men." Ma Hua cakap.公平对待大家，国民接近五十六年了，咱人的安弟安哥，住伫米村，住伫西村、A 村海口，这个就是马来话打得无好，假使你能够卖给伊公民权，唔是公民权啦，卖给伊南丁义啊，这是虾米政府？各位同胞，这是什么的政府？我们可以接受吗？可以吗？我们看看在沙巴州，最近新年前，很多菲律宾输入的人要来打沙巴，要占回沙巴，要夺回沙巴，入侵我沙巴店，菲律宾店爱来沙巴，爱占沙巴。最后我们发现到，这些输入人啊，这些输入的朋友啊，一男我男丁乙哦，他们有蓝色身份证啊。后来我们再查下去，为什么要来抢沙巴？拿枪来，拿水炮来，拿手榴弹来，来沙巴，他们有蓝色身份证，有买单。原来啊，马哈帝，哎，各位同胞，你们认识马哈帝吗？认识吗？这个家伙，马哈帝执政的时候，给了很多沙巴的菲律宾人、印尼人，给他们丁义啊，蓝丁义。hari ini datang daripada Filipina。Minggu ini datang daripada Indonesia di Sabah di bawah projek IC Mahathir. Minggu ini datang, minggu depan IC biru. Dua minggu, satu bulan dapat IC biru. Lagi lepas, lalu lepas, cekoga, lengkoga, tiap-tiap lam sige tinggi.一个是乌米布特拉，因为是回教；一是乌米布特拉，陀佛。那哪里阿妈，那里阿公 ，B 村、C 村、A 村，多了
外来移民。各位，我们能够忍受这个国家这样对待我们吗？可以吗？可以。所以五月五，欢迎特朗普。五月五，欢迎特朗普。五月五，欢迎特朗普。印尼加油了，不怕。印尼加油了，不怕。印尼加油了，不怕。我们一定要把国政上电视了给打好。如果没有打倒的话，我们这个安定义无办法改观。在这里，马来尼塞尔那么地道，我要在这里跟告诉大家，五月五号，马来人、华人、印度人、卡拉山、伊办，如果大家敢敢来，敢敢来，兄弟甘心，九头变五丁。我们一起来，五月五号晚上，纳吉倒台，国政倒台，明年上台，人民发大财。我在这里承诺，我们明年将在100天里面，那能有18天的时间？100天里面，我们要解决60岁、70岁。没有蓝色身份证的同胞，我们要解决掉，可以吗？好，试试看，我们一定可以做得到的。各位同胞，还有，我最近跑了几个地方，那我也看到海口，那呢，新疆海口。这5年来改变很多，5 tahun ini dalam tempo 5 tahun badan Sekincang, wajah seluruh Sekincang berubah dengan begitu drastik sekali. Di mana dulu tanah pelancong datang ke Sekincang, sekarang hari Ahad, hari kelepasan umum, cuti sekolah, musim menuai padi.Ramai pelancong datang ke Sekincang. Mereka bukan saja daripada Selangor, mereka datang daripada Johor, Pahang, Negeri Sembilan dan Singapura. Dan mereka datang, ada yang berbas-bas datang. Inang Pawat dan Sekincang Jahong. Datang kita, Meili Xiangzhen, Sikenzuang, Xiao Yao Zizai, Hau Dipang. Datang ke sini, Yuan, Sekincang Haixuan.买我们的水果，还有我们的米，来这个庄游玩，带动我们的经济，